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十个超能力者。第七名，弹性人。在美国有一个名为丹尼尔的人，他有着超越常人的身体弹性，他有着惊人的技巧和灵活性，可以轻松地用脚倒立并保持平衡，还可以将他的身体弯曲成各种形状，穿过非常小的空间。曾在一次表演的时候，将自己高大的身体不断蜷缩，最终顺利穿越网球拍大小的东西。第六名，看得见的盲人。这个失去双眼的盲人却获得了一项常人未拥有的异能，也就是通过发出尖锐的咔嗒声，然后依靠反射回来的声音来看见周围的一切，并且还能够描绘出周围环境的详细地图，包括建筑物的形状、大小和位置，以及人、交通工具和其他障碍物的位置，就像蝙蝠使用超声波回声定位一样。第五名，万磁王。这是一个名为艾迪巴尔的极限运动员。2011年，在不借助任何胶水的情况下，艾迪巴尔竟将58铁制勺子贴附在身上。